炒的时候要煮一下。是啊，就不用了。昨天没煮啊。来，昨天没煮，今天煮的味道要好多了，感觉。这小肠都要煮一下，再切来炒。不炒的话，直接这样吃就可以。那是肥肉白的。没有佛家了。嗯，真好吃。要什么佛辣椒？这个是用大肠做的吗？小肠。哦，小肠做的啊、哦。嗯，有一些也是肠叶，两根小的是肠叶。用小肠灌的。这个小肠都薄薄了。嗯。
和小江吃了中午饭哈，一直打包到现在，已经6点钟了，然后还有这么多单子还没有打出来，也没有打包多少，明天还可能还要打包一天吧。这个因为每个单子都要烧皮，2斤都要烧皮的这个，所以比较慢哈，你们也不要急，呵呵，慢慢来。哎，不要弄了，宝贝。今天的视频先拍摄到这里哈，喜欢小花呢点击关注点赞，拜拜。